样觉得呢？刚刚有一个，你们说很年轻的眼睛，东方，很东方，老外会喜欢那种，好想看凤眼。觉得几岁？那个才很小啦，十五十六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也有点点像小 S 他。哦，女儿，哦、女儿就会不会最小的女儿来就八岁？哎，对，好，来，让我们欢迎她。Hello， 哇，这魔女名模，名模，气场好强哦，气势出来就好美。可以再走一次吗？往前走，再走回来。哇哇哇！你们看，怎么一个他有一个酷谁哈？对啊，超模哎。哇。现在不是在走秀，走秀是不可以有表情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青春的氛围，九岁的，九岁长这么高，打 NBA 的，哎呦，近看之后眼睛好像比刚刚荧幕上看起来再大一点点。嗯，那因为我是单眼皮嘛，然后的时候早上睡起来的时候就会水肿，然后的水肿中眼睛就会看起来更小，然后呢？可能要戴隐形眼镜，还会戴不进去。然后，对，你没有办法像刚刚前面那位一秒戴进去。没有办法，我要撑很开。对啊，我看女生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啊。所以我想问一问，女生会因为眼镜的大小而戴隐形眼镜会很不方便吗？可是小眼睛会比较难戴吗？我觉得会有差，因为我真的常常都是单手这样戴。因为她眼镜大，唯一戴可能要戴比较久。我第一次戴隐形眼镜戴40分钟。我也要想，大也有大的困扰。我有时候因为她戴久了太干，拍彩妆单元。它真的自己就掉了，哦，因为太大，太大了。对，就是当你一整天八九个小时工作，然后还没有办法拔掉，它就真的自己掉了。对，我们常常在拍特写的时候，模特儿那个会变双瞳。对，拍鬼片是变两个瞳孔啊，会移位，眼睛太大的会移位。就是你这样子，大家你走在那个升港台啊，就看得好国际哦，就是要长得这样子。对，老师也很喜欢，如果化彩妆也很喜欢化妆，眼睛会不会？其实我觉得这种女生。就是我们都是会留下他最原始的样子。对对对，不，千万不要去割哦。好。嗯、好今天最重要的事情。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来看看几岁。我觉得20。二十不到吧，就是20上下。我还是才9岁。9岁，怎么答对啊？9岁吃什么？好可爱啊！搞不好爸爸是姚明之类的，200公分啊，对不对？好高啊！我17岁。哇！还再继续长高吗？没有没有，就长到这里。干嘛那么害怕？对，就长到这里。我已经很高了。腿长的高个的女生都很害怕再长高哦。对啊。你才17岁，一定会再长啊。下场。应该会吧？应该没发育完成。有我们的制作人都还到现在还在长，对，还在长。小云哦。小云要突破190了，你不要吓他才对吧？小云要哭。哎，姐，你如果将来要走国际生展台，好像也得一定的高度才可以。180，180，180，对，好不好？目标180。好。好荣幸。来来来，欢迎，好乖哦。第一次来东马很乖，你看以前艾雅思敏的第一次来说多乖啊，叫他们脱掉安全裤就脱安全裤。你看现在可以跪下脱什么？你要短衣呢？对呀，真的。现在你要我们脱，怕你不想看了。对啊，没有，现在都叫我们穿保守一点，穿这样来啊。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自己，他说他自己平常其实也就都是素颜，嗯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不需要。17岁就17岁啊，对。那通常像这种女生，我会建议你就是以前都会画眼线啊、烟熏啊，刻意把它弄大，但是以17岁的女生真的不用，反而就是我们把气色增加。我自己很喜欢用这个东西，膏状的腮红。我会把它拿来当腮红之外，你看我腮红就轻轻的拍在跳机往上，然后呢把它微微的有点带到眼下。哦，好像自然的放透出来，对对，就是那种透出来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对，然后他要刺激闭着，我会把这个颜色，我这样一直这样亢奋下去，会不会就是已经代谢失调？就放在眼皮，哦，哦，
所以就一点点而已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很自然的颜色的陶瓷娃娃，它有种恋爱感呢，好可爱，而且是日本娃娃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处理一下它的眉毛。那个天爱，你是后面把它拔掉了，剃掉吗？应该是，对，我把后面就不小心把它剃掉。老师不小心的话，我以为是为了，是你工作上，我以为工作不是化妆师，不是。因为我的眉毛就是很以前就是很多，然后就是长得很宽这样，然后就不好看，我就想说那就把后面都剃掉。那你知道你两边剃的不一样吗？我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是他工作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剃掉，有这样是工作，而且他两边不一样还不掩盖他的美，真的呀，青春无敌呀！如果我们这样一高一低，很勇敢，那不会再长了吗？应该会吧，再过几个月吧。而且他那么年轻，感觉睫毛生长力借他差。好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不需要，应该很快就他应该自己就长。啊，你千万不要去纹哦，哈。好。他不可以割双眼皮，不也不可以纹，什么都不行。但你可以恰画那样。哦，半假这样子。好，我帮他把眉毛画好，因为我觉得像。天爱这样子的长相呢，他的眉毛就应该要很霸气哦，他的眉毛应该要很霸气，会用一点点睫毛膏，眉头再刷一下。那天爱，你有看看我们节目吗？有啊。你是看电视还是手机？看电视。哦，是小朋友都几乎都看手机，他用手机接到电视上看是吗？是跟着阿祖，阿祖，阿祖，妈妈一起看哦。阿祖，你妈妈几岁啊？她说这是秘密哦。她说这是秘密。妈妈也会看看这个节目吗？好，你看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眉毛变成是一个重点。对。然后脸上就用原本它留原本的气色，就是没有眼妆。真的，青春啊，他就是很酷的感觉，国际的感觉。眼睛就是本钱，原本素颜已经很无敌了，再经过老师巧手加持，这种时尚又霸气的态度，一点也不输给世界级的时尚名模呢。